40年的侨友历程，40年的侨友光彩，40年的侨友爱心，40年的侨友情谊。文艺节目呢，现在开始。首先呢，请大家欣赏一个非常的不一样的特别节目。这是一个由侨友社一群热爱唱歌跳舞的侨友们自编自演自导的节目。这个节目通过一组歌一组舞，表达了我们侨友社爱国爱港爱侨爱乡团结友爱的高尚情怀。众所周知，香港侨友社大部分成员都是来自东南亚的印尼、新加坡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缅甸、越南的归侨。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侨友，你们身上都闪亮着一道美丽的风景线，都有一个美好的故事。这个节目呢，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赶排出来的，难免呢会有些不足之处，但是我们不在乎演出是否完美，我们只在乎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是在于表达好各位侨友在人生的旅途上一段光辉的历程。是的，今天机会非常的难得，那么百闻不如一见，让我们认真的看，仔细的听。风雨兼程40载，寄望开来万年长。